强大。新贵吹灯公布主演，这次的 Shirley Yang 终于找对人了。随着这几年盗墓题材的小说越来越风靡，电影和电视剧市场都盯上这个大 IP。 最出名的就算是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系列和天下霸唱的鬼吹灯系列了吧。对于电影翻拍，显然鬼吹灯比盗墓笔记更加靠谱。已经出现的三部寻龙诀、精绝古城和黄皮子坟都算是口碑票房双丰收。反观盗墓笔记，电影和电视剧虽然都请了流量明星，但是基本都扑街了。其中的佼佼者是寻龙诀，陈坤、黄渤、舒淇、铁三角算是阵容强大，都是演技派，而不是流量小鲜肉。小编再次感慨，流量明星把投资方都坑得很惨，基本上只要主演，票房绝对扑街。至于为什么，大家都明白，流量都是刷的啊，一个不出名的帅哥美女而已，哪来的转发几百万的流量，基本都是假的。这次投资方准备翻拍的是鬼吹灯，名称定为鬼吹灯之天星手。其实小编一直觉得鬼吹灯系列比盗墓笔记系列好拍，其整部设定、场景设定不用花盗墓笔记那么多钱，但是出来的效果却是翻倍的，所以这次翻拍是定位非常准确的。而最让人惊喜的摸金三人组的人选，这次由张涵予饰演胡八一，姜武饰演王胖子，而女主 Shirley Yang 则由卢靖姗饰演。刚公布完主演，网友就炸锅了，这次的主演才对吗？尤其是卢靖姗的参演，混血美女才有更加准确的定位。虽然被调侃为老年摸金组，但是三个人各顶各的演技派，至少电影质量有保障了。卢靖姗如今风头正劲，战狼二的余热还没完，这次的国庆档又有新片理查的姑妈上映，预定票房20亿起，而且与韩庚感情稳定甜蜜，又是演技派，不得不让人感慨，这次的 Shirley Yang 终于找对人了，主演确定了，这次就是看看导演和编剧靠不靠谱了。如果主创人员都靠谱，那票房和口碑肯定没问题。姜武的王胖子也是小编梦想多年的适合人选，中年过后姜武发福，正好符合人物的定位，而且演技比起哥哥姜文来更加多样化。而饰演胡八一的张涵予唯一的问题就是年纪大了点，